那接下来我们就由蛮景资讯的技术部协理陈长宏陈协理为我们针对软体压缩平台如何增加监控产品的优势来进行一连串的探讨。那我们掌声欢迎陈协理。大家好，真好哈，今天最后一天了。又是星期五，然后外面天气又这么好哈。我今天的题目哈，可能比较可以说比较奇特一点哈。我讲的是软体平台在我们安控领域上面的一个应用。那以台湾而言，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是硬体的一个环境哈。那我们知道之前就有所谓的 DVI 有 PC based 跟 standalone， 我想这两个应该是还蛮泾渭分明的。所以本来也是两个阵营啊，好，那 PC base 本来也不该到 Composec 这个地方来，好像有点距离比较远。可是为什么我们今年在这边哈？其实主要有一个原因哈，因为 Atom 的关系，哈，简单说 Atom 的关系。那我今天的主题大概会以 Atom 为核心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我们觉得说软体平台或许可能对你的一个监控的 solution 会有好处。这是我今天的大纲哈，第一个就是讲 Intel Atom 所带来的一个冲击，好，对整个产业的冲击。那第二个介绍一下所谓的 DSS 的，就是Digital Surveillance Security Surveillance 这个平台，当然是 based on 讲白了就是 Intel 的架构，好，就是 PC 的架构。然后它可以给我们什么好处？首先我离题一下，这个容我离题一下。